十倍呢，六十倍，十八层楼吧，弄问题能够几呢？问题能够几多高？你像这个砖，像那个搞门框呢，搞门框能装更高的呢？那中哥搞的是吗？叫啊，宝宝呢？宝宝到这边那边不着，什么好容晒呢？主要就种子，什么好得冷搞容晒呢？然后再来叫啊，去家这边那边呀，去家了就叫东台龙的宝宝了，跑去我搬我搬，跑我到这边带，我来去用高了呀。那好种子嘛，那种个呢？弄弄弄些白呢？那哪能要白提呢？Thank you.